我们刚刚说了放松，还有什么？KTV 啊，唱歌，唱歌。我最近好想去 KTV 啊。你会不会发现最近去 KTV 那歌我都不会唱哎、欸，完一首都不懂，一首都不懂。然后有一次唱的最开心就是跟你们去，还唱了那个就是比较老的歌，都是点老歌。我跟你讲，碰到会点的就是有那个勇气、莫文蔚、莫文蔚、Karen， 我都点王力宏的歌，他比较多那个就小情歌的那种感觉。戴佩妮什么的，梁静茹。我们点了一首歌叫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哦，对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